美人姐遭遇白目舞伴，慢舞竟成人生大忌。大一新生有个很不好的人生经验，从此我就不跟你要跳慢舞，除非他要很熟很熟。跳慢舞他就会来邀你嘛，就他手上一扶，手一扶到我的腰，就说：“哟，你肥肉还蛮多的。”为什么有男生可以这样，都没有训练好就来邀女生跳舞？